哎呦，我是讲你什么物件啊？ 奇怪，你是要让我害你啦？哎呦，啊你是猪啊是？羊啊？你不要学我讲话吗？你还是看我知影我是羊啊？你讲白色的？你嘛是有白色的猪啊？我问你是啥物人？我都搁青牛啊，啾啾溜溜啊，无叫你的夭寿哦。我爱甲你救啦，你讲我是猪？无啦，你是羊啊囝啦。哈？你好像是甲人无好着无？师傅，伊啦，你讲你都搁青牛吼，伊讲叫咱甲上桥呢？青牛？ 你认认去输啊！我知影你互你江湖厉害，你搁知影后面啊，那是我你啦，讲伊要哦爱我的亲情，搁强对不舍呢。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都，我你要杀你性命？是啊，是为着你的亲情，是为着我的亲情，我无答应伊要爱我的性命呢。大姑无生气，无生气啊！好，今天。 既然踮来草地会当无伤着你，念在你的师父，我就救你一命。求你收起我手里乾坤来。等下，你手里乾坤也尔说的，我不知道你要大声着，哪有可能是我的行？你怀疑我？有叫行？我相信你，拜托了，你救我啦！若无我的死呢？哼，看一发。 原来是我个女神啊！林贤师，你显灵气数，巧了！想要面前来羞辱你，风尘你踮西施地，可有看见独角仙牛？是不？我个女神，风尘已经有所来到山中游，一时三刻久，面前看见独角仙牛啊，并无看见伊个人影。 奇怪，到底是对哪里生气呢？敢问我国女神为何要来对我一独角仙舞呢？你有所不知，独角仙舞不能跟苏苏下官以来，我来伤害我国国王性命。当然，我一定要伤伊擒掠之。我国女神踮在我国地。 保护我国百姓是理所该然，哪里我根本我国女神？如果你那里啊，就独个起舞出名的曲，唔知女神你要怎样处置呀？那些是些小的事，比我轻呀，我必定先将伊个手斩断，然后吊西东门城外。 向我国所有的百姓宣扬我来贡献。好一个女神，终于独个起舞，跳秀上下，吊在你外围，让万民百姓了解我国女神你的神威呀！当然啊！哈哈哈！好好好，如果我若无上国独个起舞，我再向你通知。 就是啊，哪里？我平常想着先跟你说东西啊，我要继续来去搜寻独角仙牛。到时了，到时。